林玉芬扮魔女完爆破三百万入袋。三二一，宅界女神李玉芬昨天出席神魔 online 线上游戏记者会，现场还表演起魔术，魔术师火燃烧帘幕。李玉芬瞬间从空箱子里走出来。Selina 日前拍戏遭火纹身，厂商特别慎重替李玉芬加保千万元。其实那时候是蛮害怕的，而且我经纪人还跟我共患难，还跟我一直在里面。主人不要怕哦。他一年前以120万元代言《风色幻想 online》性感女服装，让他打出知名度。这回身价翻涨近两倍，以300万元接下神魔 online 改扮魅惑。尽管昨天天气冷飕飕，他仍不畏低温，穿着马甲造型露出32C 奶事业线。因为拍戏关系，真的因为服装也没办法穿很多，所以其实现在皮越来越厚，冷已经对我来讲还好，已经可以算可以适应。他不仅接演偶像剧《旋风管家》，未来也将转型当歌手，大秀武艺，届时不如跟绯闻男友罗志祥一起尬舞吧。嗯，没有想过耶，如果能跳得跟他一样，我觉得这真的还蛮厉害的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